人正邪两道，先天后天，分庭抗礼，我等称之为阴府。魔龙，先来介绍魔龙北极，有一只个西魔龙，名叫冰海龙鳞。伊选出了八位使者，并将名单收入伊庄龙宝殿。白衣一向号令众人吞灭九州，其中一个太皇军以此为基人，誓要完成魔龙大业。但北极中真正团结的人，只有太皇军那真人。因魔龙北极为灭西火海，在龙神守护九州之意志下，一个复兴魔龙北极宿命的组合出现了。天兵率出八位使者来对抗魔龙北极，称为五虎八将，并记录伊五虎笔录之上。以灵犀为副为首，以素凡真为天兵核心。天兵流转，生生不息。这双方传落来故事，就是条龙之乱要讲的咯。